康盛天是一个极度危险人物，为了大家安全，记住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千祈不要走近囚室。欢迎你们坐。今天收到通知，说有三位 Sir 和 Madam 会来拜会我，不过几位跟我想象中有点出入。康盛天先生，今天来是请你协助调查最近发生了一宗爆炸案和炸弹发现案。我们不要说这件事，我对查案没什么兴趣，不如说一下我有兴趣的事。刚才三位进来的时候，我听到三种不同的脚步声。第一种很轻，一定是这位美德；而另一种很重而很沉实，照这样看应该是这位阿 Sir。 而第三种很奇怪，左右不是很平衡。这位阿 Sir， 每只脚都可以做警察的吗？不如等我估下你左腳有事定右腳有事咧？左腳，左腳，左腳，左腳。你兩位好唔自在喎，唔通佢嘅腳係關你哋事？康盛天，唔好岔開話題。你好大反應喎，你結咗啊？自己人打自己人。我哋今日嚟系问你问题，唔系俾你玩心理分析。我同你唔啱倾，你可以走。凡事都有代价嘅，想得到我帮助，就要照我说话做事。我喺出面等你哋。Madam， 點稱呼啊 ？Madam Q。Madam Q， 個名好 Q 啊！你有咩想問啊？我睇開兩個案發現場，揾到你喺心靈迷組入邊用德文寫嘅罪言嘅塗鴉，我哋懷疑係同一個人或者同一班人做，想請你幫我哋協助調查。你只腳係咪行動嘅時候整傷㗎？真是比我估中啊！咁點解關佢兩個事嘅？定係你自己攞嚟㗎？做警察有危險好正常啫。做警察有危險好正常，但係我亦都見到好多貪生怕死嘅喎。要學佢哋，呢個世界係唔公平。起步點人人唔同，就算你幾努力都好，都唔會似頭先嗰個阿 Sir 咁有前途。不要再将注意力放在我的胳膊上。原来你们两个是两兄妹。看来我的 case 瞒着你。那我们不要浪费时间。这么快就走啊？不听你想听的话？你们两个小心啊。我之前有个病例，有个病人激动得滞，心跳过了170，很危险。你兩個心跳千祈唔好過170。康盛天佢好唔合作，一系問非所答，一系就帶我哋遊花園。佢中途仲趕我走，擺明玩嘢。亦都講咗好多説話去攻擊同埋刺激女女。Madam， 雖然心靈迷走嘅作者係康盛天，不過就算單 case 真係佢鐵粉做，問佢都未必問到啲咩。康盛天根本就是一个极具危险的人，如果在他身上找不到重要的资讯，你们不要再去见他了。 Yes, madam。 戴蓝，乔戴蓝。 Madam， 你没事吗？我没事。你真的没事？我家和没有。
你点喺度噶？你点入嚟啊？叫姐放我入嚟嘅。五点九咋？阿娇姐唔使瞓，我要瞓噶。我发个梦啊！我瞓唔着啊！你瞓唔着，发个梦关我咩事啊？我好难得先瞓得着噶。我发梦发到啊！我哋两年前枪战嗰单嘢啊，你都喺个梦里面噶。咁喺个梦入边，你见到啲咩？我梦到我当时同你追班恐怖分子，之后突然间好大烟，跟住有几下枪声，突然间有个黑影飘过，然之后我喺个 earpiece 嗰度，我听到声，好似系你同我讲嘢，突然间砰一声，我只脚中咗枪，之后我就醒咗啦。咁我同你讲咩？我就系听唔到你同我讲咩，我咪过嚟问你咯。诶，发梦嘅嘢边个当真噶？德国人同你讲嘢咩？唔系啊，个梦好真实噶。你谂下，你同我讲嗰啲乜嘢？唉，你翻去瞓啦，瞓醒冇事噶啦。祝大家新嘅一年龙运当头，身体健康，恭喜恭喜！祝有情人情有独钟，心意相通，龙年有喜饼赠送，恭喜恭喜！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业绩爆灯，个个月都有花红分，恭喜恭喜！